宝次仁副教授以他空见为基础，指出觉囊派在藏传佛教史上特殊的地位。以唯识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他空见属于大中观一派，但与唯识仍然不同。唯识承认外境是无，只有内心才是实有，而觉囊派认为万法都是假的，只有觉明或觉性是真实存在。觉囊派继承了无着色空心有的圣意有之说，并遵循释迦牟尼佛第三转法轮的意旨，是究竟了义中观之教。多罗那他将觉囊法教称为大中观派，主张圣意有论，称呼只承认缘起性空，主张圣意世俗皆自性空的中观派为共通中观。觉囊派的他空见除了依据印度佛教以外，还源自于实际修证。他空是相对于自空提出来的，自空即自性空是中观学派的主要见解，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现象，包括人的认识活动，都是一种相对相互依存的关系，是一种假借的概念和名相，其本身没有独立的实体性。觉囊派认为圣意或如来藏不是自空，而是他空。觉囊派说，自己本身不空者，则为圣意者。加在圣意上的东西，如其他世俗恶执、离系等，皆空，则名为他空。他空并不是否认空性。觉囊派依据《金庄严论》提出三空来阐述他空见的思想，也就是无物空性、有物空性、圣意空性。无物空性涵盖一切虚构的、幻想的、抽象的概念，例如时间、长短、大小、美恶等没有实质可得的东西。这类概念是没有自性的，所以是空的。有物空性包括人类、房子、动物等一切因缘聚合而生的事物，虽然看得到、感觉得到，但都是因缘所生，并没有自性，所以也是自空。圣意空性是指离系论空，空的是加在圣意上的断常、有无诸边执和恶取有相之法，圣意本身不空。圣意是唯一清净实有的法界，它不是缘起的无或自空，而是恒常不变之实相。这个实相有许多不同的名称，比如真如、自觉智、圣意地、智慧、法性、法界等。觉囊派认为世俗地皆是因缘所生，没有自性，所以自空，而圣意地则非缘起和合，是无为法，是他空，属于实有。因此三空中的无物空和有物空都属于世俗地，圣意空是属于圣意地。觉囊派还以三性来阐述他空见思想。遍计执性就是假名有，也就是只有名的概念，即使在世俗中也不存在，这属于无物空性。
依他起信是依仗着其他因缘条件结合而成，属于有物空性。圆成实性则空去加在上面的离系，而自体不空，是圣意空性。圆成实性是属于圣意地，并认为它是唯一真实存在的根，此根是从本就存在的，所以又称为本根。其他如法界、法性、如来藏、空性、圣意地等，都是此根的意名。万事万物终究空了，而剩下来空不了的，就是真如法性。所以它应该是不生不灭、无变化无为、真实存在之体，是圣意有，自体不空而为他空。由于如来藏具有光明、自觉、离系三相，因此世俗众生自己看不见，它隐藏在众生心中。虽然觉囊派与格鲁派都谈论性空，但是内涵有很大的差别。格鲁派以中观应成派思想为宗旨，主张万法缘起性空，假名安立，否认有一个独立的实体存在。就连佛教徒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涅槃解脱也是空的。依据格鲁派主张的佛性自空，会使得求证解脱、亲证佛国等修学都成为毫无意义的事了。那么学佛是为了什么呢？因此觉囊派认为，说一切都是空的人忽略了如来藏的密奥和自觉之妙智。圣意地是永恒不变的，是绝对存在的。圣意不空，空掉的是加在圣意上的东西，所以叫他空。觉囊派所主张的永恒不变的圣意地，实际上就是佛性。佛性无始劫以来本来就存在，烦恼染污只是表面附属的东西，所以是他空。格鲁派与觉囊派虽都持中观见，但见解却是泾渭分明，截然不同。觉囊的他空见却恰好与尼玛、噶举、萨迦等派的思想有契合之处，所以也有人将觉囊派、尼玛派、噶举派、萨迦派等共同称之为他空中观见。萨迦派和噶举派强调如来藏佛性从本以来就是清净与污染，生死与涅槃同时并存，不是后来被无明烦恼所熏习的。而觉囊派则认为众生佛性本有，本自清净，只是在后来被无明烦恼所染污。这是萨迦派和噶举派在佛性思想方面与觉囊派的最大差异。觉囊派的他空见否认只有能感知的现象世界，承认有一个绝对独立的实体存在。觉囊派的僧人通过自己实际修炼与证悟，反对绝对的空，反对空无一切，成为真正掌握印度佛教的中观道。Thank you.